主料，冬瓜200克，辅料，果仁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冬瓜、果仁、冬瓜去皮切小块，锅中水开，加盐，倒入冬瓜快煮水2到3分钟后捞出，然后晾凉，加一勺糖，3勺果仁粉，放入冬瓜拌匀后盖好盒子，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后，让冬瓜充分吸收果仁汁。你别看这是冬瓜做出来的菜，其实味道非常好，冬瓜的口感有点像黄桃，你很难吃出是冬瓜的味道。烹饪技巧，你别看这是冬瓜做出来的菜，其实味道非常好，冬瓜的口感有点像黄桃，你很难吃出是冬瓜的味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